佛法很博大，我们所知道的除了我们汉传佛教以外，还有南传、藏传，然后每一个这个宗派的佛教啊，每一个语系的佛教都有很多宗派，所以对一般这个社会的民众啊，如果通过自己的学习去了解佛法，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但整个佛法呢，从总体上来说也有它的一个纲领性的内容。这个纲领性的内容啊，就是四谛法门。谛就是真实，四种真实，这个四谛就是苦、集、灭、道。简单的说就是一句话，苦，从了解苦，苦和苦的子集，从了解苦到究竟的把这个苦啊给子集的，那么佛陀他建立这个四谛法门呢，其实也是参照了当时印度人医生制定的这样的四个程序，就是作为一个医生，当他要治病的时候，首先需要了解这个病人呢现在的他的状态，现实的状态，然后呢要了解他的病的根源是什么，这个病是怎么产生的，他的根源是什么，然后需要对病者啊做一个准确的评估，这个病究竟能不能治疗，能不能治好了，治好了应该是什么样子，那么最后呢就是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案，就是治疗的方法。佛陀所说的四谛法门，他就是遵循着这样的一个事情，苦、集、灭、道。苦就是代表着众生的他的现状，集就是苦的根源是什么，因，集其实就是因，造成痛苦的原因是什么，产生痛苦的他的心理根源是什么，然后治疗了之后健康的人他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这就是涅槃的状态，就是作为一个健康的人他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就是通过什么方法，能够这个达到这种这个健康的状态，那就是道，就是道，就是方法。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佛陀啊
他给众生治病的一个基本的程序。那么首先就是要意识到苦的这样的一种现实，这个是佛法对人生所做的一种本质性的判断，不是从感觉上来说的。因为如果从感觉人生是有苦有乐的，就是我们佛教讲人的情感啊，它也有三态，情感是有三态，就是有苦乐忧喜舍，是就是不苦不乐的状态。然后在生理上有苦和乐，在心理上有忧和喜。那么佛法为什么讲人生是苦呢？但是因为事实上人生它是有苦有乐，就是我们人生有生老病死的痛苦，还有这个爱别离的苦，有求不得的苦，有冤家忌讳的痛苦，那么还有我们内心产生的种种的烦恼和痛苦。那么我们人生也有许许多多的乐少，也有许许多多的快乐。那么佛法呢，他认为人生的快乐，我们所有的快乐啊，事实上它都是建立在痛苦的一个基础上。快乐只是痛苦的一种缓解，就是当我们的痛苦啊被缓解过了之后，产生一种快感，这是一种快乐。比如说肚子饿，你只要不吃饭你一定就会肚子饿，所以这肚子饿是一种比较本质性的痛苦。然后我们吃饭就会成为一种快乐，吃饭为什么会成为一种快乐，就是因为你的饥饿被缓解掉了。如果没有肚子饿这个前提呀，你吃饭是不会成为痛苦的。你不能说单独来说吃饭就是快乐，为什么？因为吃饭的快乐它不是本质性的。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穿衣服天冷了，身上冬天啊，就是天冷了，这是一种痛苦。那么我们穿衣服就会成为一种快乐，因为穿了衣服之后，那么这种冷的痛苦啊被缓解了。所以穿衣服的快乐，暖和的快乐，是建立在冷的这种痛苦的缓解的基础上。反过来说，我们夏天你要穿上棉袄啊，你才就不会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还有像比如说这个洗澡，它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我们不能单独的说洗澡就是快乐，就是如果你身上很脏呢，你洗澡啊将会成为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就是你很想洗澡。那么洗澡的快乐是因为你有这种洗澡的这种需要，这种需要被缓解了，所以洗澡才会成为是一种快乐。所以人世间的所有的快乐啊，事实上它都有一个需求，这种需求的本身它是痛苦的，它只要没有满足的时候它都是痛苦的。当这种痛苦被缓解了，它就会产生一种快感快乐。所以快乐是建立在痛苦的基础上，快乐是对痛苦的一种缓解。那么所以佛教认为人生是苦，认识到人生是苦的这样的一种
现状，这是解除痛苦的，这是解决痛苦的前提。人生为什么会是生命的本质，为什么会是苦呢？根源就在于这个，只要这个也是有所指的。比如说像活菩萨，他的生命本质会不会是痛苦的？他的生命的本质肯定不是痛苦的。哎，我们凡夫的这个生命的本质啊，之所以是痛苦啊，跟我们现有的生命的品质有关系。哎，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的生命的品质，也就是生命的素质。那么我们的凡夫的这种生命的品质啊，它决定了我们的人生会有很多痛苦。因为凡夫的生命的品质啊，它就是一台不断的制造痛苦的机器。哎，就是我们的生命呢，就是有很多的众多的这些烦恼迷惑为基础，我们生命建立的基础首先就是迷惑。哎，然后由这个迷惑呢，它会不断的制造烦恼，这个迷惑佛教里面的专业的术语就是无明。哎，就像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我们不了解自己，哎，我们不知道，我们每天都在关注自己，但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什么代表着我。哎，我们也不知道生从何来，死往何去。我们也不了解这个命运的规律，命运到底是遵循着一种什么样的规律，我们也不了解。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啊，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还根本就是我们主观的一种投射，我们认识不清楚。这就是无明啊。因为这种无明啊，所以就会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制造很多混乱的感觉，真正影响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其实观念是一个方面，我们内心的这种混乱的感觉啊，它又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作为人的存在来说，它大体上是两个东西，一个是观念，一个是心态。观念会制造心态，可是我们很多人的观念是有问题的。为什么有问题呢？因为我们看不清楚啊，世界的真相，我们也不了解生命的真相。哎，所以我们就会产生很多的许许多多的错误的观念。我们不了解自己，因为不了解自己啊，我们也就不知道我们究竟要什么。一个人如果不了解自己的话，你也就不会知道你究竟要什么。哎，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不了解自己，哎，所以我们的内心啊，就会不断的向外攀援，向外追逐，哎，试图希望从外在的世界去寻找依赖。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我们就没有办法依赖自己。世上一个人可以依赖自己，自己是最好的依赖。可是我们不了解自己，所以我们的内心啊，就会不断的向外追逐，尤其是在这种迷乱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的推动下，我们就会不断的向外追求。那么他在外部世界的这种诱惑之下，在他的内心里边啊，他就会产生一种需求，他就会去抓住，在向外攀岩的过程中呢，一旦被诱惑，他就会抓住一些东西。那抓住了之后呢，在他的内心啊，逐渐就会形成一种需求。所以人，我们现在经常在关注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人在这个世界上，人活着究竟需要依赖多少物质条件才能过日子？人对这个世界的依赖有没有一定的？我们今天的人啊，我们总觉得什么样的条件我才能过得好？但是呢，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我们今天的人所拥有的东西，古代的人啊，可能都没有。是不是古代的人生活质量就没有我们今天人过得好了呢？而每一个人生活的条件都不一样，为什么？可能有的人他需要有非常丰富的物质条件，他才能过日子；也有的人他的生活条件很简单，他就能过得很好的。这个问题出在哪里？问题是在于，因为每一个人啊，你的需要啊，事实上都是你自己培养起来的，而不是说没有绝对性的。当然，人有一些基本的需求，比如说想吃饭，想睡觉。那吃饭这种东西也没有一定，吃多吃少，吃一餐两餐三餐啊，事实上呢，也是因为长时间的一种习惯形成的一种依赖。我们平常呢要吃饭吃三餐，那么还有一些很多这个出家人，他甚至吃两餐，甚至吃一餐。睡眠有的人可能睡八个小时，可是也有的人啊，他可能睡四个小时，有的人睡六个小时，有的人可能还要睡十几个小时的。就是每一个人他对外在的世界的依赖需求不同，需求的不同啊，事实上是因为你自己啊，我们在生命在延续的过程中啊，所形成的这种需要是不一样的。每一种需要啊，都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所以我们从这种盲目的需求，它就会成为你生命中的一种，久而久之它就会成为你在你的内心里面建立一种真正的需要。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一种需要，事实上是在你在内心里面建立一种需要，然后这种需要呢，逐渐的就会成为一种依赖，甚至这个依赖这种需要会成为你自我的一个部分。因为你不了解自己，你找不到自己，所以你只好把你所依赖的东西当作是你的一部分。可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是无常的，一切都会变化的。所以当你依赖的东西如果一旦变化的时候，那就是你受到伤害的时候。所以一个人你的需要越多，那你可能会越辛苦。你的依赖越多，那你有可能受到的伤害就会越多。事实上，生命的本身是自足的，生命的本身是自足的，自己当下就是满足的。我们想一想那些圣者们啊，
东西方的那些圣者们啊，那些禅者们，他们在水边林下禅修禅坐，他们物质条件可能一无所有，但他们内心里面不觉得自己缺少什么。哎，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子？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已经体会到体悟到的质的空性的层面了，同时呢，他们已经消除了这种心灵上的这些不良需求，所以他有可能是物质上一无所有，但他的内心跟整个宇宙是相通的。他们是最富有的人，所以这个人因为不了解自己，就会产生许多恶性的需求。那么人，那么这种恶性的需求，它会形成一种就是依赖。那么对这个依赖的东西啊，它就会形成很多情绪烦恼，就是贪心，对自己占有的东西会产生贪着的心，对金钱的贪着，对感情的贪着，对事业的贪着。那么每一份贪着都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伤害。事实上，这个真正能够伤害我们的是我们的内心，而不是这个世界。你想想看，这个世界每天要发生多少天灾人祸，但是能够对你的内心会产生影响的是很少的一些事情，一定是跟你会有关系的，一定是你曾经在乎过的，或者你觉得跟你有关系的，也就是某一些事情已经在你的内心里面形成一种依赖的，已经形成一种真正伤害你的是你内心里面所建立起来的这样的一种贪着的力量。所谓贪着，什么是贪着呢？就是一种在乎，有这种在乎。当我们在在乎外在的世界的时候，事实上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就是在培养一种对这个环境外境的一种在乎的一种力量，一种心理力量，一种贪心，用佛教的话来说就叫做贪心，对感情的贪心，对事业的贪心，贪着的心。那么伤害我们的就是这一份贪着的心。如果你不在乎，那这个世界啊没有东西会伤害你。所以所有的环境对我们的伤害，恰恰是跟我们对这个环境的在乎它是形成正比。你在乎到什么程度，那么你内心的这种在乎的力量就有多大。你的内心的这种在乎的力量有多大，当你持续的时候，那么这个环境对你造成的伤害啊就会有多大。那么还有嗔恨的心，也是跟这种自我有关系。那么人因为不了解自己啊，这个不了解自己，我们也就不知道人生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看不清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所以一般人他的价值
靠什么来建立呢？一般人他的价值往往就是靠自己的需要，根据自己的需要，我需要什么，你就会觉得做这件事情就是有价值的。所以这种价值是很有相对性的。有的人他可能觉得啊，我叫家里人啊，这个家里照顾好啊，把孩子这个培养成人啊，他就觉得他这个人生就会过得很有意义的。那么也有的人呢，他的这个需求可能会高一点，所以他的价值观，他的这个价值啊也会更高一点。但是因为我们看不清人生真正的价值啊，我们整个价值都是遵循着我们自身的这种需要，所以我们往往就会为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去不断去奋斗。那么在奋斗的过程中啊，事实上我们同时也在不断的在纵容自己的恶性需求啊，不断的在纵容自己的恶性的需求，所以使得我们的生命啊就会越来越偏离啊，偏离他生命的真相，偏离生命的真相就会越来越远。所以人为什么会没有安全感，人为什么会没有归宿感，人的这种没有安全感没有归宿感，它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哪里呢？因为我们的人格是建立在沙滩上，而不是建立在岩石上。我们现在的整个人格自我，它是一个海市蜃楼，它是一个很不实在的。我们不了解自己生命的真相，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自己的人格啊建立在我们生命实相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格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假设，比如说我们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最关注的是什么，我们每个人最关注的就是自己，自我，我们最在乎的就是自我。可是究竟什么代表着你自己呢？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有可能会把自己的情绪当作是我，情绪，我在生气，你不知道我不高兴吗？或者是我们会把很多这种病态的心理啊，当作是你自己。但事实上，情绪是什么东西啊？情绪是我们心灵的肿瘤，不良的情绪就是我们生命的心灵扭曲的之后所产生的一种恶性的肿瘤。就像我们身上，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有很多好的细胞，也有很多不良的细胞。一个人如果没有透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啊，他的这种恶性的细胞啊就会得到成长，得到发展，最后身上就会长出很多肿瘤出来。同样心灵也是一样的，我们如果不了解我们的内心，我们没有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那我们的内心啊就会发展出很多不良的情绪。但是像这种不良的情绪呢，它是我们心灵的肿瘤，就像身体上的肿瘤一样，我们原本是应该把它去掉的，但是我们会很在乎自己的感觉。当我们在乎我们这种心灵的这种感觉的过程中啊，事实上我们也在给我们心灵的这些不良情绪在给它不断的投射这种能量。
使他得到更好的发展。因为心灵的成长就在于你对这某一种心念的一种在乎，你在乎某一种心理，那么某一种心理它就会得到更好的滋长。就是那么我们的心念，每一种心念啊，事实上呢，这个它都是逐步形成的。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念，事实上是我们无尽生命的积累，包括我们现在的各种情绪、各种能力、各种想法，都是我们这个生命的积累。那么作为我们的生命来说，生命是个什么东西啊？我们一般人可能很少去关注。事实上呢，我们一般人的生命啊，它只是一大堆混乱的情绪，再加上一堆错误的想法。只不过是说，在这些混乱的情绪里边，有的情绪的力量可能大一点，有的情绪的力量可能小一点。在这些错误的想法里边，有的错误的想法啊，它可能会对你的影响更大一点，有的错误的想法对你影响更小一点。人事实上就是被这一大堆混乱的情绪和一大堆错误的想法被它牢牢的控制着，在影响着你的生命，在影响你的生活。所有的这些东西事实上都不是你自己，都不是你自己，因为这些都是非常变化的。我们的每一种观念的形成和我们每一种情绪的产生，它都是有一个建立的基础，它都有一个生活的背景，它都有一个建立的基础。那么它所建立的这个基础啊，这个基础是会变化的，所以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想法也会随着不断变化。所以佛教讲心念无常。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把我们的这种自我啊，建立在这样的一大堆混乱的情绪的基础上，变化不定的基础上，你怎么可能会有安全感？你怎么可能会有归宿感？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不稳定，本来就是变化不定的，所以这就注定了我们凡人是没有安全感的，是没有归宿感的。所以我们认识到这个生命存在的这些问题，观念上的问题，情绪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经历一种人生的选择。其实人生就是一个不断的选择的过程。那当然人生的选择是大事情，跟你上街去买一件衣服啊，或者买一个什么东西啊，这个选择啊，这是不一样的。其实佛法它也是代表着，它也是代表着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信仰的选择。因为我们需要解决人生的问题，我们需要选择一种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呢，我们一般的人
是否是希望透过物质环境的改善，但是发现物质环境改善啊，是不能够究竟的解决心理问题。那么我们现在也通过心理学，通过心理的疏导，那么这种心理的疏导能不能究竟的解决人生的困惑和彻底的解决心理问题呢？那也还有待于这个进一步的探究。那么还有就是通过哲学的学习，通过哲学的学习来帮助我们了解生命的真相。那么还有呢，就是宗教的信仰。那么佛法就是在这些众多选择里边，应该说它能够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比较究竟的方法。佛法它是由佛、法、僧三宝三个部分组成的，这什么叫皈依？皈依事实上就是寻找一种依赖，对这个方法，跟你这个就是说，就是我们对这样一种方法，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永久性的信赖，因为我们确信这种方法可以究竟的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心理的问题。那么我既然相信这种方法能够解决我的心理的问题，那我必须要对这个方法要有信赖，并且要建立一种永久的信赖，因为我唯有信赖它，我相信它，它才有可能对我产生影响。如果我们不相信的东西，或者说我们觉得不重要的东西，它是不可能会对我们的人生产生影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个皈依，皈依事实上是建立一种永久性的信赖。那么佛教徒所皈依的这个三宝啊，它是包含着三个部分，就是佛、法、僧。这个佛，我们说到这个佛陀啊，通常我们觉得好像很遥远，事实上呢并不是很遥远。佛陀是代表着一种品质，一种生命的一种品质的成就。这种品质啊，它是这个它是包含着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断德，第二个是智德，就是三种德行的特征，三种这个人格的特征。第一种就是断。什么叫断呢？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过，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有很多的这种迷惑，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这些烦恼，很多不良的情绪。那么这些情绪啊，它不断的会涌动出来，涌动出来之后啊，使得我们现在人为什么很躁动，很躁动，就是因为一方面迷惑，然后一方面啊被这种种这种烦恼的情绪困扰。那佛陀他的人格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啊，就是他让这些不良的情绪啊平息下来。涅槃，什么叫涅槃呢？这个涅槃，佛教里面所讲的涅槃啊，就是极静的意思。极静，这种极静呢，我们平常的人的心，我们总是在这样的一种情绪里边，在这样的一种情绪里边，所以我们会觉得很烦恼啊，很累呀、啊，这些情绪不断的给我们制造痛苦。那么修行的圣者啊，尤其像佛陀，他把这些情绪平息下来的。所以涅槃有灭的意思，熄灭。熄灭就是每一种情绪都是在佛教里面也把它叫做毒，三毒，也叫做三种火，贪的火，
贪婪就像一把火一样，嗔恨的火。那么这些火啊平息下来，当我们的内心啊这些不良的情绪都平息下来之后啊，这个时候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啊将会呈现出一种极静的状态，由这个空性啊会散发出一种极静喜悦，一种强大的极静强大的喜悦，一个人的整个生命就会安住在这样一种强大的极静和强大的喜悦之中。就是当你的这些躁动不安的情绪都平息下来之后，你的内心的这种极静的这个空性的这种极静的这个力量自然就呈现出来了。当然因为我们一般的人，我们的心都是在情绪里边，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想象这种极静的喜悦，这种极静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所以这个是就是涅槃。那么佛陀圣者们像波他阿罗汉，他是靠什么力量来达到一种极静？靠什么力量去平息这种情绪？那么我们现在平息这个情绪啊，和平息这个情绪呢，我们多半可能用一些，有的时候用一些心理疏导，或者有的时候用一些精神分析，或者有的时候呢用一种观念的调整，一种观念，像认知啊，观念的调整。那么这些东西啊，它也都可以让你的情绪啊达到某种意义上的一种缓和或者平息。但是呢我们的生命可能会源源不断的还得会再继续制造情绪，或者说有的时候啊我们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情绪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就是需要调动我们生命里边啊，这佛陀呢能啊，他们平息情绪呢是靠的是生命本身所具备的这样的一种就是智慧的力量，空性的智慧的力量。也就是每一个人的内心啊，你会制造烦恼，会制造情绪，但是在每一个人内心啊本身他也有这个瓦解一切情绪的力量。比如说我们平常的人，我们的心啊，当我们在不断在紧张了之后啊，我们的心就会扭曲的，扭曲了之后就会制造很多疾病。但是如果我们很放松的时候啊，心，当你的心开始放松的时候啊，你的心就会恢复到一种比较正常的状态。当你经常不断的每天都一定的时间放松啊，你就不容易产生心理疾病。就是心它有自我化疗的功能，你只要让它恢复健康，它就可以把身上的这些不良的你抖掉了。心本身是具有这个功能的。所以在这个佛教的修行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舍觉自觉。你看那个舍啊，它会把自己缠成一个像绳子一样缠得很复杂，但它有能力自己就把它解开了。我们的心呢同样也具备有这样的一种功能。当你通过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当你见到了这个空性之后啊，你只要安住在这个空性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中，那么你的那些不良的情绪啊，它就慢慢的就会被化解掉了，它对你就不会有影响了，它对你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弱了。所以真正要化解我们的情绪呢，必须要靠空性，也就是我们要体悟到心的这种空性的层面。那么佛陀呢，他正是因为他体悟到这种空性的智慧，空性的智慧，所以他的情绪被平息的。还有呢，这种空性的智慧啊，他还备有就是没有粘性，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平常人的心啊，我们的心是有粘性的，因为我们的心是有粘性的，所以我们会执着。我们缘一个所缘境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伤害去，
那就是我们的情绪，因为我们凡夫的这种妄心、这种情绪啊，它本身就具有这种粘性的特点。那么一旦它粘到这个境界上的时候啊，它就会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就会形，它就会逐步的就会形成一种力量，哎，就会形成一种更强大的情绪。那么佛陀呢，他是用这种空性的这种正见去观照一切，所以每一个事物当它呈现在他心上的时候吧，它只是像一个影像一样。你看那个镜子，它可以照一切，但是任何这个影像都不会粘到镜子上面去的，所以它可以遍，叫做正遍知啊。佛陀的十大名号里面有一个名号叫做正遍知，它可以同时知道一切，因为他的心跟整个宇宙是相通的，他可以同时知道一切。但是所有的现象对他来说都只是一个影像的如实呈现，他对影像所做的就是一种观照，不捏。这就是我们佛教里面金刚经里面讲的心无所住。我们平常人说不执着，不执着好像很难，为什么很难？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平常人的心就是有执着的，我们的心就是有粘性的特点，所以他要做到啊不执着啊，自然是不容易做到的。可是当你如果能够真正体悟到这种空性的智慧之后啊，你自然就具备有这种不粘的能力，自然就能够做到一无所执。当然在我们没有体悟空性之前啊，如果我们能够对这个所缘的境界啊，能够用智慧就在认识上去把它看得比较透，看得比较淡啊，我们这种粘的力量也不会那么强。因为所有的粘着跟我们内心的在说是有关系的。你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很重要，你的心自然就粘上去了。当你的心粘上去之后，再就开始啊，就形成一种力量了，心里就开始形成相关的情绪，形成相关的烦恼。所以这个是佛陀的智慧的这个另一个作用，就是解脱的力量。智慧是包含着一个是涅槃，涅槃就是让烦恼情绪熄灭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解脱，解脱就是当你在面对一切境界的时候，你的内心当下都是保持一种独立。但是我们平常人呢，因为我们的心会粘到境界上，所以我们很容易被境界给控制的啊，成为这个境界的奴隶的。所以这个是这个就是第二种叫做智慧的德行，智德。第三种就是悲德，悲这种德行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的内心里边都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心理。那么佛陀呢，他就是把这些不良的心理都给熄灭的，然后把我们内心里边这种最健康的心理啊，把它无限的张扬。也就是所有的能量都投射到这样的一个正面的情绪中，正面的心理中去。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很多的这种心理能量。那么不同的心念，它可能都会占有我们不同的相应的能量。就像可能有的，你比如说我们的内心世界里面，我们的心理能量有100分，可能在这个念头里面它占有20分，那个念头里面占有30分，那个念头里面占有5分，不同的心念都占有不同的能量，因为它只要有能量，它就有力量，它有力量，它就能影响我们，那么因为我们平常人心，我们从来都没有经过管理。从来也没有进行呢，进行修整调整啊，我们从来没有去调整过的，所以我们的心基本上是属于一种任随它发展，谁哪一种心念
这个它产生作用的时候，我们就跟着它跑了。哎，比如你看到好东西贪心起来的，你就跟着贪心跑了；人家说你一句坏话嗔恨心起来的，你就跟着嗔恨心跑了。我们的心从来都是这样子的。哎，那么佛陀呢，是佛教里边这个佛陀的修行啊，他能够对这些心念都有了正确的关照之后，他就进行了一番管理，哎，进行一番修整，就是把那些凡是能够给我们制造痛苦制造干扰的情绪啊，都把它平息了，然后把所有的能量都投入到这个最健康的情绪里面去，一个念头里面去。那么这个念头呢，就是慈悲，就是悲悯之心。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都是有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悲悯之心。孟子讲呢，这个恻隐之心啊，非有之。但是我们的悲悯之心毕竟是很狭隘的，并且我们的悲悯之心啊，基本上以自我的感觉为基础，以自我的感觉，自我的这种好恶，我喜欢我不喜欢，来决定我要不要同情你，来决定我要不要帮助你。哎，所以我们内心里面悲悯之心它所占的能量其实是非常微不足道的。那么在佛教里面讲到这个慈悲的修行的过程中啊，他就是要把这个悲悯之心要扩大，扩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要扩大到一切众生的身上。比如说我们内心里边有的人，我们内心可能只能装一个人，有的人内心里面可能可以装一个家庭，也有的人他的内心能够装更多一些的人，这就是所缘，就是每一个心念它的产生都有一个所缘。哎，那么这个所缘呢，如果更大的话，范围更大的话，那么你这个心念啊，它的力量就会更大。哎，所以菩萨在这个修这个慈悲的过程中啊，就是无限的扩大他的所缘，最后他要做到对每一个众生，对任何一个众生啊，都能够升起慈悲心，把自己和一切众生看成是一体的。这个在佛教里边叫做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缘就是没有条件，同体就是把自己和众生看成是一体的。那么他这个悲就是他有无限的悲心，他的所有的内心的能量最终啊都落实到这个悲心上面去。哎，然后在修悲心的过程中，同时他又保持一种智慧。哎，菩萨可以这个一天到晚都在做利益众，但是呢同时又能用智慧关照心啊，不会沾上去，对众生没有任何的期待。哎，他了解到所做的这些事情事实上都是一种因缘的假象，都是空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随着他的悲悯心啊，去不断的做利益众生的事情。所以悲和智，佛菩萨的品质，他的核心内涵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悲，一个是智。因为有无限的大悲，他可以，所以可以能够积极的去帮助一些众生。因为他有无限的智慧啊，所以在帮助众生的过程中，他的内心啊不会粘上去。如果要心要粘上去，那也是很麻烦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人格啊。那么除了这两种，这个人格里面除了这两种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的，他的人格只有这两种东西。而我们平常人的人格呢，那就是一大堆，有一大堆支离破碎的这种混乱的情绪啊，乱七八糟的东西造成的。那么因为我们意识到佛陀的这种人格的伟大，同时也意识到我们现有的人格啊的过患，所以我们也希望要活得像佛陀这样的人格，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向往之心。因为像佛陀的人格，它就是一种不断制造快乐、慈悲、智慧，它就是不断的散发出极静、祥和、喜悦，极静、祥和、喜悦。它就是一个制造快乐的强大的制造快乐的机器。
那我们平常人呢，就是一个强大的制造痛苦的机器，不断的制造贪婪啊、嗔恨啊、自我啊、对立呀、啊。我们不断都在制造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们如果能，我们意识到我们这种生命品质的过放，那么我们就希望要改变。那么这个改变要就是叫方法，所以佛了之后就是法，法就是方法。这个方法的作用呢，就是包含着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它帮助你正确的了解生命的真相，帮助你正确的了解生命的真相。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帮助你如何的去解除你的内心已经形成了很多这些情绪，已经形成了很多不良的心理啊。有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们观念上已经认识到了，但是认识归认识，因为你内心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力量啊，不会因为你的观念一下认识到它就可以把它解除掉了。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为生命是无尽的积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啊，不是你现在，不是你这一生，是你在无尽的生命延续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我们很多不良的情绪啊、能力啊、性格啊，包括我们的心态呀、啊，实际上是代表着我们无尽生命的积累，所以它的力量非常大，力量非常大的。所以我们需要改变它的话呢，不只是从观念上去改变，还要从这个，还要通过一定的禅修的方法。所以佛法的修行，事实上它也包含着两个方面，一个是观念的，一个是技术的。一个是理论的，一个是技术的。理论的这个层面，它就是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内心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技术的，就是通过什么样的禅修的方法来帮助我们从调整内心到最终啊，把这些不良的心理啊从连根拔起啊，同时更打破生迷惑。因为生命的迷惑是制造一切错误观念和烦恼的根源，所以佛教里边无明，十二个因缘里边第一支就是无明。无明，明就是不清楚，看不清楚生命的真相，不了解，不了解生命是怎么回事，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世界，也不了解未来在哪里，是迷惑。那么要打破这个迷惑呢，那就是要完成这种生命的觉醒啊。所以整个修行的过程，佛的核心呢，它的这个品格的内涵就是觉。你看佛是觉者，自觉觉他，觉悟的人，就生命从生命从无明中觉醒啊。当然生命如果从无明中觉醒呢，那我们的生命就有能力把我们的生命中因为无明所制造的一切这些混乱的情绪和错误的观念啊，彻底的都把它消融掉，彻底的把它消融掉。那么这个消融就是要靠这个觉性，靠这个觉醒，生命的觉醒来完成的。所以佛法呢，它是要自觉觉他，自利利他。一方面就是要让自己觉悟，从在自己觉悟的过程中来完成生命的改善。那么同时呢，就是要把这一种觉，把这样的一种方法告诉别人，把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真相啊告诉别人，让别人也能觉悟。因为唯有觉悟的，才有可能真正的改善你的生命，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善你的生命。否则的话，你现在所做的这一切啊，都是小打小闹的，不究竟，不能到根本解决你的生命问题。所以真正要根本上解决你生命问题，要去发现你的这个生命中所具备的